刚刚大动了灵力，不好好休息还敢施术。先生，约和他，出去等着，我来给他疗伤。再多说半次，跟你要用了拖出去。 他的心脉被地火药毒灼伤了，我刚才虽然为他稳定了伤情，但一时半会儿也难让他苏醒。如果闭关以控水之术助他疗伤，或许可以缓解他体内的热毒。长义，你刚在岩洞里面施术过度，又要大费周章的给他疗伤，你这条命还要不要了？在岩洞里，我已经做好了灰飞烟灭的准备。是他冒死回来找的我，这就说明我们之间还没有结束。 既然没有结束，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呢？只不过，在我闭关这期间，北渊就需要先生来主持大局了。你想去便去吧，这北渊我还是能照顾好的。但是你给我记住，如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必须跟我开口，不允许你在孤军奋战了。我以为先生会再劝我一番。哼，我能劝得住你？再者说了。 我跟着北渊都欠纪元和的。尊主放心，你闭关期间，我会全力协助先生。去吧。 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桂花糕，作为师父，你这点小小的愿望，自然要帮你实现。用心护了一路，最后还是死了。我知道。 阿姬走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吧？既然你再次做出了选择，依旧不是我。只要你此生快乐无忧，我便不再阻拦。去走自己的路吧，兄长会保你前路无虞。此次一别。 但愿后会有期。若不想再看到我把他带走，照顾好他，我会的，不惜一切代价。 谷主，您伤重至此，我们先回万花谷好吗？不回万花谷，去露台山。您都这样了，为什么还要去那儿？仙师背后有朱颜之力，朱颜不出，寒霜不灭。听知刃质子无法和仙师对抗，万花谷也终无一日自由。我不想云和再次陷入乱局。可是这件事，长义不是说他会去做吗？您的身体已经经不起折腾了。 这本就是我万花谷与仙师之间的恩怨，更何况我现在残命一条，和我拼一拼，与朱颜一斗。
顾珠可是有计划了。朱颜尚武肉身，留在仙师身边，定需寄身之所。若能避开仙师，回去此处，就能毁掉朱颜的残魂。这寄身之处，我想我知道在哪。就你这身子骨，能入得了仙师府？如今的晚辈，都这么不自量力吗？你要干什么？ 不必如此紧张，我只不过听闻北渊出事，赶来看看，没想到竟听到如此有趣之事。原来纪云河口中说的宁清背后之力，竟然是他。前辈如今意欲何为？你们这些小辈，一个个的抢着寻宁清报仇，但排在第一个的，难道不该是我吗？ 你将朱燕的事情慢慢的说与我听，去露台山的路上，我捎你一程如何？您这是想与我联手？你有你的仇，我有我的恨。你解决朱燕，我解决宁清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 你终于回来了，纪云河。前辈，不过我并未濒死，怎么还能见到你？你已在生死之间走过一遭，是跨越界限的存在。原来如此，只是我没有想到你还和过去一样，对自己这么心狠。大概有些事情就是命中注定吧。无论我的记忆容貌经历如何改变，我终究是我，我和长逸之间。 这一次，你和长逸之间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云禾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让空明过来给你把脉。长逸，这段时间苦了你了。没关系，你回来就好。大尾巴鱼，真是难为你了。